Just a choose and I'm in the run of the chill spot. When she walk in, the whole place get quiet. Oh man, soon as see her, then make fun. Me see myself a carrier from my tongue. How much can me say I'm 100 and more? But it's never reached me before, me no know I want. I love the way she looks. Her pretty face and smile got a hold on me.是什么意思吗？刚才那个游击老师为什么只拍那篇不拍我们呢？谢谢三位，我真的很不理解刚才那个行为。坐下吧，乖了。怎么了呢？客人都是稳如泰山的坐在那里。没错，为什么是有刚刚那个意思？因为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肉的地方就要论瘦。又到了我们的减肥黄金期，古有华山论剑，今有美人论瘦。所以刚刚的镜头一个镜头塞不下这么多人，是吗？是吗？虽然现在方嘉怡这边心情很不好，但是我还是要跟亲爱的观众朋友来打个招呼。至纯至净，玉美有方，欢迎各位来到由玉泥坊面膜冠名播出的《我是大美人》。大家好，我是大朵。大家好，我是刘烨。那么今天呢，我们的现场也是来了各路的瘦身达人，要看当今江湖上最流行的瘦身招式，就在我们大美人。是的，首先我们要认识一下，就是坐在我们左手边的，不愿意站起来的。糯米胖胖团，欢迎你们。什么东西啊？你把这个名字给我重新，啥玩意儿呢？我真没想到我也有今天啊。啊，这句话应该换我说吧，我坐在你们三个当中。哎，哎，范甜甜，从我认识你的时候到现在，你跟观众交代一下你胖了多少斤。我胖大概有20公斤是肯定有的。40斤、啊、为什么我们请范甜甜来这期节目最主要最主要的原因是前一段时间范甜甜有一个票房非常火的电影，对，可是她受关注的一点并不是因为这个电影本身，而是因为她在宣传这个电影的时候当时的一些样子，大家来看一下。你看看，对，这部是闺蜜二。范甜甜，你看看旁边那些女孩。哇，你看薛凯琪好漂亮啊。这个最好笑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这部电影的名字叫闺蜜嘛，然后因为呢我比他们大概胖一倍，你看，然后呢导致我根本不愿意跟他们站在一起，然后下面的人就留言都说果然一看就不是闺蜜。这范甜甜你看她离人家这么远，一说我们是塑料花姐妹，请看她的脸很臭，你知道吗？不要忘记这张照片是 PS 之后的。所以我就想说你胖那个孩子，说你自己呢？对，没有，10年前我真的当时很瘦，你看那个时候。哎，还能瘦，这个是就是我们节目对不对？对，63公斤。那你现在多重？现在73公斤。是，而且最近好像塔利夫因为身材的问题，好像错失了很重要的工作。哦，对，而且跟湖南台有关，跟我擦肩而过了。真的，回血不变。我本来是真的有推荐你，因为。湖南台前段时间就是在储备后续人才，所以有很多的新人都有签约到湖南卫视这么好的一个平台当中。当时塔林夫也是领导重点考虑的一个对象，尤其是在看过他微博精修的照片之后，精修见到本人之后，他们怎么了吗？嗯，就是有一阵子保持了沉默。哎，所以你真的有没有为此就下定决心说还是要瘦回去？很难。好，下一位小熊，你真的。我觉得小熊参加这个团是蛮公道的了。对，因为所有的就是大美的有减肥的内容，我都会来打酱油。你是怎么胖起来的吗？毕业之后胖的，就胖了30公斤。公斤，嗯，到现在算什么？10年晚上要吃。50公斤的人都没说什么。你胖了，但是我跟你说，我很不喜欢你们现在开场的氛围，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胖根本不是一件太特别重要的事情。是的，我依然能歌善舞，我依然有很多人爱我啊。瘦与胖有没有区别？大家回头看一下。哇哦，看看后面。哇哦。
十七八岁。反正我跟你说，唯一的区别就是因为大家现在看不出来我是个大长腿，我是个瘦，比身材比例真的还蛮好的，真的蛮不错，腿好长。我觉得不是你的肚子现在遮了你多少腿，你告诉我。好了，我觉得蜜蜂，你要不要作为代表来讲一下？对对对，我们把目光移到这边来，好吗？你们的态度是什么？我觉得胖可以，但是瘦了以后世界会变得更好，就开启了另外一扇门。但是你的服装品味并没有增加。我觉得穿搭的问题下期我们再聊，我们这集就是要聊胖和瘦的问题，而且是怎么由胖变瘦。据说江湖上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杀手，特别厉害，他帮助过万千少女瘦身，他砍除的脂肪啊，据我们导演不完全统计有300万斤的脂肪。我的天哪，百万，那有多少个方家一样，接下来围绕地球一圈。对，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出我们的脂肪杀手邱老师。欢迎欢迎欢迎。 Hello 大家好，邱正红，江湖人称脂肪杀手，纵横减肥界20多年，为超过10万人私人定制减肥秘籍，铲除百万脂肪，让瘦身不再是梦。邱老师上来故意装得很活泼，几十年纪。哎，邱老师就是高手中的高手，我觉得就直接切入主题。邱老师，你觉得他们胖的原因是什么？方嘉怡我先讲好了，其实方嘉怡根本是绝对不会瘦。为什么？他没有心减肥了，没有那个心了，你懂吗？好像很多年前跟邱老师就打过照面，那个时候就是在求问一些减肥的知识，我当时听了后来忘了。基本上我们都知道说啊，要减肥就是要怎么样，对，管住嘴迈开腿，对，但事实上我如果管不住嘴迈不开腿，有没有办法减肥？照样有办法，也有。所以今天的观众朋友看到这一集他就收获大了，我会告诉你们怎么样管不住嘴的情况下，迈不开腿的情况下，还可以帮助你减肥。你刚刚在讲这话的时候，你身边四个人非常的不爽，对，他们觉得我好不容易搏命走到了今天，你告诉我其实根本不需要付出这样的努力。来，首先来问一下 Coco Lee 蜜蜂，就是很多台里的女艺人，基本上叶子扬身材很好，我又很胖，经纪人就有一年，他包里有个秤，然后每个艺人的那个体重会超在哪，他就说，蜜蜂，你这辈子有没有机会瘦下来呀？我想说，我就瘦给你看。之前是这样子，杜海涛。然后呢，就是号召大家一起减肥，就把我们几个全部拉到了一个群里，香蕉群。那个对，那个时候叫香蕉打卡群，让我们每天那个就是那个要运动，不运动人就要发红包。然后那个时候就为了钱，然后我便每天都在运动。后来终于有一天，我把半月板弄坏了。对对对对。但是当时真的，蜜蜂把大家都快逼死了，因为他那个时候就是我们有时候真的很不想运动，他然后又在那个群里发他各种健身汗流浃背的照片。我们说这个女人到底要怎样，要把大家逼死吗？瘦了多少？瘦到我的极限大概是82。你成功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有那个心，对，他有对有那个动力。我们常讲说心到哪里体重就到哪里。好，我们来问问另外一位，来弯弯，你是怎么瘦的？弯弯，其实我本来是没有意识到自己，哇天哪，我有这么胖了吗？然后我上次来上节目，你们知道我站在谁旁边吗？天哪！哦对，哦奶油蜜，我站在他旁边，这显得。还又矮又胖。我不得不说一下，这期节目我在，但我今天看见弯弯的时候，我对这个名字是有印象，可是我看他的脸，我觉得是新的一个人。对，是瘦了。对，今天所有看到我的人都说，哇，弯弯你真实的瘦了好多。你瘦了多少斤嘛？10斤。拽什么？以前10斤。我跟你说，我上厕所就没了，就没了。你们就是。对面的，因为他们基数大，可是我基数很小啊，对吧？哦，好，我们再来问问另外两位。14来，14，我瘦了48斤。哇，有没有？好有缘，我差不多胖了48斤哎。高三毕业的时候嘛，那个时候，然后我就去跟我前桌的那个男神表白嘛，最后他回我嘛，他回我，他说。他求你不要再一厢情愿、自作多情，好吗？好伤人啊！真的好没有礼貌。对啊，这男生好坏啊！很多人看到你的故事觉得非常励志，不妨我们通过视频来了解一下，请看。Oh my god！ 哇！哇！哇！越来越漂亮。哇！真的逆袭了耶！哇！尤其是那个沙滩照哎。我只能说，随着时间的进步，这个女孩越来越会飞了。方法是什么呢？我们想知道。主要还是游泳，然后加健身，还有那个吃东西吃慢一点。我觉得14啊，就是我看不出来她以前是很胖的那种女生，但是音频。我觉得他，我能看出来他以前是个胖子，皮肤比较松，是不是？对，我觉得他皮肤就是，他以前肯定是胖过。
所以呢，其实那会儿泡夫人其实只有65公斤左右，但是体脂可能有超过27左右，就真的是一捏的话就是全是软的肉。对，然后那会儿都很嫌弃自己，现在呢我有73公斤，但是呢很重，就像是一堆棉花和一个小铁块的感觉一样，就有一个瘦肉跟一个肥肉的体积不一样的。肌肉之类的，我也70几公斤，不要说了。我觉得两边啊，就是讲了自己的故事，其实正好是截然相反的故事。一边呢是一个逆袭的故事，这边呢是一个正常的故事。为什么不攻击你们呢？因为我也是这样的。而且左哥，尤其是过了一个年哈，我们电视机前的小美其实也很有这种苦恼，就是过年每逢过年胖3斤，这都算少的，有的时候胖5斤8斤的都有。所以呢，我们今天这个大美人是搜罗了各种各样的方法，给大家制作成了一个瘦身宝典。而且我觉得就是万变不离其宗啊，今天的宗呢，就是靠邱医生多年的临床的一个经验来帮我们做一些判定。是的，过去都有好多种不同林林总总的减肥法，其实呢，在我看来，万变不离其宗啊，就是一个热量平衡的问题。如果你热量进来超过你热量出去的啊，那当然你就会发胖了。那反过来讲呢，如果你进来的少，出去的多，当然你就可以达到减肥的这个目标。可是呢，重点是你要能够维持长长久久，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关键。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判定一下，到底怎么样的减肥方式是有用的。那我们的第一式呢，就有请到方嘉译先出招。我给大家掏心掏肺啊，是这样的。我呢，就是之前呢练健身那些来太猛了，因为我自身的体重太重了嘛，所以我的半月板就伤到了，所以呢医生就不建议我再使用这种锻炼的方法。然后呢我就了解到，哎，有一个非常神奇的方法，全称是睡眠呼吸减肥法。我觉得方嘉译你好惨，就是你还没有讲什么正式的方法之前，我基本上都可以判定它无效。你让他说嘛，我没有使用，你说我只是听到别人在这么给我介绍。好，今天就请邱医生帮我判定一下。多睡觉，多睡觉肯定会瘦。他有一个模式，比如说那个吸气3秒，认真吐气7秒，这样循环7分钟，然后这样每天的话，据说那个人按照这个方法，1个月瘦了28斤哦。28斤？对啊。老师，对，问老师睡觉能减，可以举牌了。讲的好像很有道理哦。答案是3、2、1，错误，没有效。对，我来解释一下吧。嗯，对，那深呼吸，你们以前有听过有一种叫声乐唱歌减肥法，有没有听过？哦，我以前做过，去 KTV 唱歌可以减肥。还有一种说法说什么大笑，哈哈大笑减肥法，有没有？啊，对对对对。哎，看看我，不瞒你们说，那我想问一下，只要美声的人为什么都那么？对不对？对，所以我就要跟你们讲说，其实你要知道科学的原理。好，那我要分析你的这个说法，呼吸减肥动的是哪里？肺啊，横膈膜。对，横膈膜跟肋间肌，对吧？好，那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啊，一个60公斤的人，如果他躺1个小时，会不会燃烧热量？会，大概多少卡？你知道吗？60大卡。那如果他坐起来，像我这样坐着，这个背肌开始收缩，对不对？胸肌要维持一个姿势嘛，这样多少卡？90大卡的热量，多30。对，立马。但是不要忘了是1个小时。那我问你啊，你呼吸，你有办法呼吸60分钟吗？没有吧？你刚刚说三秒钟，那不到1分钟哎，你燃烧热量是微乎其微哎。我跟你讲，一个饼干就回来了，听懂这意思吗？对。再来，睡觉很重要哦，睡觉太长太短都会发胖，听过吗？对。睡眠的时间呢，要落在6到8小时。这个国际医学界已经做过研究了，6到8小时的人最容易维持他的身材。太瘦会怎么样？两个激素会改变，生长激素跟瘦素会下降。生长激素一下降的时候，代谢就变差；瘦素一下降，胃口就变好。一来一往，马上让你变胖，这是睡眠不足的后果。还有像方嘉译这种，对，太忙。我昨天因为是今天要录影嘛，我就想说，哎，还那个不要脸太肿，我就故意晚上少吃了点，而且睡得非常的早。结果凌晨4点给我饿醒。非常的早是，我1点多给他发微信说，我到酒店了。他给我回来说，我已经躺下了，我今天想早点睡，我好困。1点多，也就是说他经历了大概2个多小时，我就饿醒了，就饿了。我那个时候啊，我就一边睡一边继续吃。哎，你把那个牛肉干反过来看，里面能量热量大概有多少，你就知道。我不在乎，因为那个时候我不吃就会死。所以就回答了那个甜甜你刚刚讲的问题。你说，哎，我如果睡一个晚，睡半天会不会瘦？当然，理论上你一直睡12个小时，你当然会瘦。可是你中间一定会饿嘛？对不对？醒过来你可能就找东西吃了，对吧？然后再回去睡，结果那些热量反而烧不掉，反而更好。
好，这招就是没用了，没有用。那么如果我们电视机前的小美呢也很喜欢，就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我是大美人，今天在大美人商城下单的小美们都有机会免费享受邱老师一对一私人定制的减肥疗程。厉害了。其实说到这里呢，我们的音频老师已经蠢蠢欲动了，我们要请音频老师来放招。好的，那尤其是听到这个邱医生说，就我特别赞同他的观点，就是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呢，你的肌肉群参与的越大的话呢，你消耗的能量是越多的。所以呢，待会儿我们这个项目呢，是让大家各位跟我跳舞的。你是说是运动减会变瘦吗？是运动，那很正常吗？但是我们知道有很多运动很枯燥，对不对？跑步机可能啊、还有些我们高冲击的动作可能伤膝盖。但是还有一种运动方法，就是 UGM， 它是来自于美国加州。我们知道美国呢是流行街舞的文化，感觉是把减肥包了一层这个甜甜的东西，就是让你在不知不觉当中，你以为在玩儿，顺便就减肥了。例如，对，例如我们的方先生，那他很喜欢跳舞的话，灵魂的舞者的话呢，肯定很喜欢待会儿这个项目。整个课程里面呢，其实大概有45到60分钟，会减掉900个卡路里。哇！来，我们接下来进入到这个 UGM 的舞蹈时间，来，老师，还有灵魂舞者了。我们先注意力集中在音乐，想象自己是舞者上身哈，先把左手拳头 and one and two， 然后往外打开，敲打一下自己啊，再来一次 and one and two， 收紧肚子，然后我们加快，我要检查了哈，我是唯一可以不偷懒的。我好喜欢甜姐的 feel， 带我，不，还不错哈。好，给第二个动作，右前，一，二，快快慢，然后原地。我们会发现，待会儿会用上你的肚子，收紧肚子，画一个方形。你可以把幅度加大一些哈，像我这样，不不不。加上你的态度哈，态度我的态度很暴力，跳起来，嘿嘿，还可以吗？有人放弃了吗？不要慌，我要放弃，嘿嘿嘿嘿，看谁嗓门最大，嘿嘿，从头开始，准备尬舞了哈，我们这样好了，分两边来尬舞，我们看谁。来给你对面的朋友一个喊叫，来，尖叫，非常棒，非常棒，太牛了，哎，好累啊，我的老腰，哎，我的青壮。什么感觉啊，卡林夫？我什么感觉？太累了，因为我其实也很喜欢跳舞的动作，而且跟舞种也有关系吧。我觉得你刚刚跳的这种舞种还蛮好的，对。嗯。其实，比如说，大家可以选啊，就自己喜欢的。刚刚我们是这个 UGM 是不是？对。然后其实包括一些什么尊巴，就是融入到生活当中，我觉得比较自然的去减肥。对。如果你喜欢的话啊。对。而且因为刚才这个舞蹈其实很帅，我们可以换成那种偶像的歌曲。一个女团一。对啊，很适，这个其实很适合一些女团男团去跳舞。其实是答对了，因为 UGM 里面不光是有这样传统环节，它有像我们开场舞跳的 dance hall， 就比较偏拉丁的，也有宝莱坞的舞蹈，所以呢里面有很多菜，就像一个对，所以你可以随便你选择你喜欢的。每堂课呢，因为是大课嘛，所以每个人喜欢的菜式都不一样，所以你可以挑选。嗯，就是60分钟，对，60分钟下来就对，对，涵盖了很多舞种。但它主要的风格是 urban， 所以就还是大家年轻人会比较喜欢。urban 就是城市里面跳的，对，比较对，感觉你们很聊得来哎。他比我大，好大，甜甜美美，对对对，是的。说起花样健身，明星们才是玩转时髦运动的高手。全球追捧的酷炫拳击，既塑形又防身；灵动的空中瑜伽，既能练体型又能凹造型。还有攀岩、滑水等极限类运动，更是明星新宠儿。所以，当运动结合兴趣变成一种娱乐方式时，才会越动越有劲儿，让你玩着玩着就瘦了。我觉得刚刚音频在分享的时候，很多人就听得很认真啊，因为他一讲这个就比较有说服力。但是我觉得其实弯弯如果要讲他怎么就是瘦的一些方法的话，应该也很有说服力。弯弯可不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好，我那时候就不仅是胖，而且还很肿，因为肉多就很容易水肿。
对，也不仅仅是肉多，比方说现在生活可能就是睡得晚啊，或者说是饮食方面不健康，吃咸吃辣，然后还有上桌水，对，湿气重也容易出现水肿。我提供一个很简单的测试的方法，一早起来先量一下你的腿围，对不对？然后呢，到了晚上你再量一次，两边相减，如果说距离那个腿围超过1公分到2公分，代表什么？你有水肿的。能差1公分吗？一公分不多一公分只有一点点的腿围你有没有什么特别跟我们推荐的一些去肿的一些方法？我带了几样我去水肿的宝贝，就是去水肿三宝，真的。其中一个就是这个黑咖啡，有这个有，对，很多艺人他们都只喝不喝任何饮料，只喝黑咖啡。我们这边正好都是这样的艺人啊，真的吗？你们也喝黑咖啡？黑咖啡常年喝，真的是连奶都不加的。对，我要讲这个是有医学证据的。对，咖啡本身可以有一点利尿效果，这是有，但是对胃确实很大的伤害。我就不要常年黑咖啡，我的胃酸。你胃不好，当然 你别空腹吃，你吃一个东西再吃。因为我是一个，我是我们所有人当中水肿最严重的人，我必须要说，我非常水肿的人，这两个东西亲测有用，确实是有用，特别有用，尤其是早上起来的时候。对，好，除了咖啡还有什么方法吗？然后还有就是这样子的按摩仪器，这有必备，它是可以有紧致的功能，然后呢也有瘦身的功能，但它是很急性的，比如说你按完10分钟是非常有用的，可是你按完了，比如说过了1-2个小时之后，你没有根本上解决水肿问题的话，它会再肿回来的。对，对好，那我要推荐我第三样宝贝了，王者是吧？对，这真的很好用，很好用。这次已经快空了。他们家有几样法宝，眼霜、肚子跟丰胸我都买了。对，都很好用，对不对？他们家的眼霜才好用呢。快点说什么牌子？什么牌子？就是这一个，就是澳洲的国宝品牌，它是一个澳洲最大的药妆品牌，叫做 FF。那这5个王牌产品里面，它为什么都那么有效果？是因为都有肽这种技术在里面。然后这一支里面呢，它添加的是深海海藻肽。然后这种海藻肽是哪一种海藻呢？我之前有去做功课，有去联络厂家，有去咨询他们，他们跟我说商业机密，反正就是很神秘就对了，这是他们不公开的一个独家秘方。可是这支到底是干嘛的啊？收腹的。哎，我们那么小，对吧？就解决了我的问题。对，收腹霜，你可以试一下。你要试吗？我来在手上先试一下。这样，我们让刚刚跳舞的老师上来嘛，因为他们穿的正好是露肚子的。好啊！哇，天哪！这么瘦，老师你好像没有什么瘦的空间。对，要有一点。18岁的时候也这样那种。它挤出来是这样子一个淡黄色的膏体嘛？然后用的时候呢，我会把它先在手心里面搓。老师你放松，对不对？然后呢，就擦上去，擦上去的时候稍微有一点凉，可是其实过一会儿以后，你会感觉热热的、紧紧的，因为它自己会散发热量。这个里面的成分，它会起到一个帮助你燃烧脂肪的作用。它就是那种你坐着不运动，它可以模仿你在运动的那个脂肪的运动。就是去消耗你的脂肪，真的非常非常的神奇。老师会有一些刺激的感觉吗？涂上之后会有吗？没有，因为有好多网上有一些会辣呀，它不会。我觉得不会辣，也稍稍有一点点暖暖的、热热的感觉。我们小时候有卖那种就是瘦身的那种霜，辣椒、辣素膏，有。哎呦我的天哪，就抹了辣椒油在肚子上，然后涂把那个保鲜膜包上之后，然后出去跑步。过敏，要过敏那个。你问一下他现在的感觉，舒服的感觉，没有感觉，完全没有感觉，没有的，它是自然的。澳洲的，你发现澳洲的护肤品跟这些东西都是走天然路子的。我们每天要抹几次？睡前是一定要抹的，然后我们也早上起床也会抹一下，因为要来上节目嘛，对不对？真的非常的有效，我要回去用，真心推荐给你们。你试了多长时间有效？我用了1周就看到疗效，有很多紧致的功能啊。对，因为很多人瘦了以后他就会松嘛，这个是抽脂之后的所有的头发。哎，好厉害啊！这个那我得试，那要试。好，谢谢我们的 Dancer 老师，谢谢。啊。谢纯致敬，玉美有方，欢迎各位回到由Uniform面膜冠名播出的《我是大美人》，我们一个聊减肥的深夜节目，现在堂而皇之的放上了2大锅子鸳鸯火锅在那边涮啊涮，这件事情合理吗？合理啊，合理啊。我们今天
是江湖论瘦，说不定有那种美食可以越吃越瘦，你说是不是？做什么梦啊？哎，但是我之前有听说过一个方式哦，这个方式就是你不用忌口，也不用运动就可以瘦，叫做8小时饮食法。我连续18个小时。不是，就是你找准两个点，比如说你是8点钟吃的第一顿饭，那你吃的最后一口往后数8个小时，也是下午4点钟。如果卡在这个时段之外你不吃饭的话，大概一个月可以瘦到6斤，而且在这个期间的话，一些油炸的食品，包括鸡腿什么的，都可以吃。8小时里面，我就随便吃什么了。基本上是随便都可以吃的，限制那个时间。对，限制你的吃饭。哎，我也听说国外比较流行。对，好，来来，邱老师，请亮牌。答案是啊，错误。哎，可是我有看到有人拍纪录片，哎，是成功的。好，来，我来说明一下哈，我不是说你这个方法不会瘦，而是说呢，这个方法呢，你知道在国际医学研究呢，有证明有效的是用在什么身上？老鼠的身上，因为动物8个小时之内，我给你尽量吃嘛。过了8个小时，我把你食物通通收走，对不对？你就不准再吃任何东西，它可以控制。可是人可以吗？我举个例啊，你8点起床吃第一餐，那么再过8个小时是下午几点？4点，对不对？你晚餐时间都还没到哎。那我起得晚呀，不管你起得晚起得早，我的意思说，我们一般来讲三餐的时间哦，大概都会分布在超过8个小时这个范围，对吧？我们的食物在胃里面可以维持几个小时，你们知道吗？四个小时以后你的胃就空了，你就开始饿喽。这时候不吃东西哦，你血糖就降得很低，这个时候你会受不了。对，好饿，我真的好饿，甚至晚上你就睡不着。对，所以这个对于一般人来说做不到的，但是如果你真的做得到，你是有可能会瘦。对，如果用8小时减肥法就可以瘦身，可以有控制力的人，他其实日常也可以控制自己的体重。对，小熊，你有听说过什么减肥方法吗？我之前看我朋友，他就一个月不到的时间，大概有瘦到7公斤这样子。他是用那个非常火那个哥本哈根。哥本哈根是所有的这个减肥者的入门指南。对，入门指南。他有一份非常详尽的菜谱给到我们。太复杂了。就是这样子。网上现在有卖这种。对的，他帮你配好的。14天。这个方法是所有减肥者的入门。对，每个人的肥胖都伴随着哥本哈根减肥的不断的成。我来问邱老师，这方法是3、2、1。又成又败，又成又败啊！我再说明一下哈，其实如果我们呢努力控制你三餐的热量呢，啊，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你会不会瘦？会嘛，一定会瘦，对不对？但是重点在后面的问题。如果你热量控制短时间，进少于出，那你当然会瘦嘛。可时间一久，你要换另外一个食谱。哥本哈根食谱可以用多久？10几天。那一年有几天？365天。那我想请问你，你哥本哈根减肥要轮几遍？对啊，会腻嘛？对，会腻。所以这个减肥食谱不是不会成功，但是要长期来用食谱减肥，其实是做不到的。我就是特别在意反弹，因为我大概减肥成功过5、6次，每一次就什么10斤、20斤，就是最基本的。小意思的。小意思。那重点就是每一次反弹都比之前要再胖一点。对，而且每次反弹更难受。对，可能第一次我减掉10公斤，可是我反弹了20公斤，到最后就觉得是自己沦落到一种悲哀的深渊，特别是像现在这样的时间。饿直饿就轮回，而且逐渐人会对减肥这件事情失去信心。对呀，我就失去信心了。好了好了，我觉得你们这边提什么东西应该是没什么希望了。到底有没有什么方法既可以满足我们的味蕾，可以吃，然后还能吃不胖的呢？我们让蜜蜂姐姐来说一下吗？好啊。她今天毕竟是那种正面的、阳光的代表人物。来，是因为我减肥成功之后，我自己有开一家沙拉店，现在。对，她在长沙。因为减肥的话很重要的，邱老师有说到。7分吃3分练，我觉得早饭一定要吃，而且要吃得丰盛。我会吃水果、乳制品、蛋，还有碳水化合物。像湖南人吃的重油，像我们是一定要吃粉、米粉，但米粉是精致碳水，是一定会长胖的。那我们可以用很多，比如说一些低 GI 值的碳水来代替精致的碳水，它一样是饱肚子，但是它不会胖。比如说我的早餐，我会选择桌上有这些东西。哎，旁边真的很香哎，没关系啊，我的注意力都 focus 在你这里。是不是，我现在真的很想听你说，因为我火锅吃的有点腻，我特别想吃你要介绍的东西。其实你在家里就是不仅做早餐可以瘦，而且就是你可以发朋友圈愉悦自己，愉悦到别人。关键是你所有的营养都在一杯里面就够了，做作的摆盘美美的。你把这个猕猴桃推在边上。哎，我跟甜甜可是一个美食节目的全国冠军和全国季军。真的，那你在这边跟我们聊摆盘。这个是低脂牛奶吗？对，酸奶或者这个放进去都可以。然后你的代餐棒就是可以掰碎，然后放进去。
但是这个它是有两种吃法，就是可以泡着吃，然后它也可以是放在里面，像这样子做成一碗这个早餐的那种类似于沙拉吃。我觉得这个看上去优格之类的，比如说你看这两杯，哇，有没有？就是很丰盛，又有碳水又 有蛋白质。我想吃哎，你要哪一杯？我想要这一杯。它里面还有那个蔓越莓跟瓜子，然后它里面有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叫藜麦，它是植物蛋白质，非常好。我刚刚试了一下这个植物的代餐棒啊，我有个感觉，就是平时我们吃早饭啊或者吃中午饭啊，有的时候就是狼吞虎咽的，就是我们为了抓紧时间赶紧吃，但是这个东西啊不得不迫使你慢慢的细嚼慢咽，它要你咀嚼很多次。给我来一个呗，让你吃两根基本上也不会饿。它卡路里是73卡一根，太好了。就是说如果我们在录节目的间隙或者平时工作的间隙，或者是像方嘉译晚上特别饿的时候，其实也可以拿一根这个来吃，总比牛肉干要好一点。其实啊，这个代餐要减肥成功的概念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用它来代替正餐。是哦，比如说他早餐是这样的代餐棒弄成的早餐，他就没有吃那个稀饭啊、馒头啊、包子，他就没有吃这些东西吧，对不对？那这样的话呢，他膳食纤维又多，热量又低，那这样代替原来的油条啊、这个烧饼啊，那当然它就有减肥的效果。而且呢，还有一个秘诀，你们如果吃了这种代餐棒做的正餐，一定要喝大量的水。300-500cc 的水喝下去，让它那个膳食纤维吸到水分膨胀以后啊，很有饱足的感觉。对，而且对肠道健康非常有帮助。因为你想啊，就是这些能量棒，其实如果你喝大量的水啊，它真的会在你的胃里孵化一下，吸水会膨胀，就是膨胀一下，而且吸水之后你就会很有饱腹感。对。但是刚刚其实老师也提到，就代餐是代替某一餐正餐，并不是你加餐的。对，而且有一个很错误的观念，就是说，哎呀，这个代餐听说吃的会瘦嘛啊，所以我三餐以外的时间，哎呀，我再来多吃一点代餐，完了越吃越肥，你知道吧？一个正餐我要用几根73卡的能量棒。我可以吃几个？原则上哈、哦，代餐大概都是低于200大卡的这个两根饮食替代物，对对对，可以吃两个，我还以为可以吃到饱为止。如果大家想要用靠代餐减肥，有几个原则一定要注意。当你在减肥期跟维持期两个时期不一样的吃法。嗯，如果你是在快速减肥期，一定要记得，如果你是一天三餐的人，你有两餐必须用代餐来代替。好，等到你的目标体重达到以后，像刚刚有人都会说会反弹会反弹，这些问题怎么控制呢？就是维持期呢，三餐里面有一餐还是要用代餐来这个代替，这样的话就可以维持瘦下来的体重，不会反弹，而且很好吃哎，特别是泡了牛奶以后，它就是对一半软的一半是脆的，然后口感还蛮丰富的，对，蛮好吃的。你讲到重点了，我再补充一下哈，尽量选择有颗粒感的代餐，不要那种冲泡式的，像液态的那种，感觉喝完就饿了。对，就对，然后喝了以后好像没有吃到东西那种。我喝过那个，对，那种的话也会有效，但是比较不容易持久。我坚持了一段时间，对，比较容易失败，痛苦，内心会崩溃而放弃。对，老师，我发现一件事情，其实您是一个减肥的老师。这边人一直在大吃特吃，你真的没有拦他们？对，减肥的时候可以吃火锅吗？对，当然可以。我老师，比如说我六天减肥，我一天放纵一下，对啊，可以吃火锅。绕的绕的。国外做过研究啊，你知道这个麻辣锅一锅、哦、热量有多少？你知道吗？2800大卡。哇！你知道我这样讲哈、哦，2800大卡吃下去要怎么样才消耗得掉？上海不是有个那个中心大厦嘛，对不对？有128层。你知道吗？吃完这一锅以后，你从一层走到128层要走几遍？走8遍才用得掉这个热量。每次我吃完火锅，我都是用意念告诉自己的身体说不要吸收它。但是其实不用那么复杂，很简单，就是把握几个字。第一个叫分锅分油，鲜菜鲜肉这8个字。什么叫分锅分油呢？就是说你食物在这里面煮过以后，是不是会吸收了它的油脂，对吧？对。那你要吃之前呢、啊，准备一个清汤或冷水，那把那个吃东西先涮过一次，你会发觉那个涮过以后，那个油啊都浮到那个碗上面来了。那这样你再吃就可以少掉大概300-500卡的热量。对，那什么叫鲜菜鲜肉？就吃的时候呢，你先吃这个蔬菜，啊，先吃肉类。然后吃完以后，加工食品最后吃，加工食品是热量最高的哦，你要知道、哦，那里面用那些果粉啊，用一些配料，盐啊什么都在里面，又高盐又高糖又高脂，对不对？所以这些东西最后吃，那你就可以避免它吃进来很多。火锅汤可不可以喝啊？尽量别喝，火锅高磷太高了，不能喝的。没有，一开始的时候就没涮任何东西的时候，大家不是喝一点火锅里的那个底料汤，好香好香的。在还没开始煮之前，那个火锅汤的确比较没那么油，对不对？我建议大家用一个方式，就是像这种香菜啊。或者葱啊，你把它倒一点啊，倒你的碗里面。然后呢，你加了这个比较轻的那个糖，把它加进去。对，新香料对于我们的排汗，还有我们抑制热量的吸收，
促进你的新陈代谢非常有帮助，听懂吗？所以你用这个汤来喝，又香又好喝，又可以减低热量，非常好。其实减肥的时候，你如果真的想吃火锅，反正我每次是这样，首先先上来猛喝汤，嗯，然后喝完了之后呢，在旁边放一碗饭，你是为了吸油，吸油，对对对，废面包也可以了，你就感觉没有那么大的负罪感。对，我知道了。电视机前的小美，这个12点钟看我们这个节目也已经看饿了，对不起大家啊。其实邱老师说了，可以越吃越瘦的，所以呢，只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们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7日减肥打卡群，现在呢只要来关注我是大美人，回复关键词减肥就能够进群，7天之内瘦的最多的我们就可以送现金奖励。哇哦，哎，我还有问题没问完。哎，老师我想问一下，你说有一天要放纵一下吗？这我懂的嘛，我们不羁的灵魂是吧，不能压抑自己太久的。可是这个放纵的程度在于什么呢？就比如说像现在我们刚刚酒足饭饱是吧，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喝可乐，一定要冰的，冷气的可乐，奶茶也要，冰的奶茶是吧？太好喝了，实在是，可不可以喝啊？而且老师，这个时候我们的心态通常是，反正都已经吃了火锅了，今天既然已经放纵了，就再放纵自己一下吧，回头再补回来。能吗？如果我们平常不管是火锅或者什么食物，对不对？你真的吃了以后很后悔啊，到刚刚因为控制不住嘛，对不对？吃太多了。其实还有一个补救的方式，就是喝水。喝水？对，因为医学上研究呢，如果我吃饱这一餐以后啊，我喝大量的水，300到500，一下子一口咕咕咕的喝下去，对不对？产生一个效应，就是消化液会被稀释掉。消化酵素稀释以后，消化的作用就会下降，所以吸收进来的热量就会降低。这第一个效应哦。第二个效应呢，因为300cc、500cc 的水进来以后，食物会被冲散了，你懂吗？比较没那么黏了，所以它会很快速的被蠕动，跑到小肠的末端，刺激我们小肠末端放出一个讯号，告诉你你吃太多了，已经食物都到小肠末端了，别再吃了，听懂吗？所以就会有一个饱足的讯号，这有一个专有名字叫小肠刹车。对对对，就是我真的吃撑了，我吃不动。对，你不可以再吃了，那个讯号就告诉你了。对，但是你可乐的话就达不到这样的效果了，因为你可乐进来以后，即便你刹车了，你可乐的热量还在啊，那怎么办呢？还是会被吸收掉。白开水无法解馋呢？那冰水可以。冰水，对冰水，对，那其实在国外做过很多研究哦，发觉说冰水其实可以刺激我们新陈代谢会增加嘞，你知道吗？冰水不是对胃不好吗？我要说明一下，就是说如果你的习俗或者你的身体你觉得喝了冰水不舒服，那不要勉强了，那你就用别种方法了。对，我就想问一下邱老师，就是说可乐是不能喝，但是水实在也没有什么味道，我可不可以喝一个有味道的东西让我的这个好接受一点？那当然，那这个最好的选择就是茶嘛，对不对？茶那我们知道茶为什么会帮助减肥，你们知道吗？茶多酚，对，非常正确。那为什么茶多酚可以帮助减肥？开的。茶多酚呢，到了胃里面，它产生两个效应，它会跟那个食物的葡萄糖结合。我们知道饭面吃完以后消化变成葡萄糖，这个时候要吸到体内了，对不对？如果这时候有茶呢，它就把它抓住，不要让肠的黏膜吸收。所以让你的热量就减少了，这第一个。第二个呢，这个茶多酚刺激到你的肠黏膜以后，肠黏膜抑制的脂肪进去合成脂肪酸，对，所以它也可以降低油脂的吸收。所以如果你吃的油腻之后，要记得补救措施，就赶快喝一杯茶，餐后可以降油腻，然后餐前可以降食，这样知道吗？有什么推荐的茶可以喝吗？我在小红书上面看到的一个，就这个比利时的一个浓缩茶饮，比较方便携带。吃火锅的时候，我一般也会带这个。这最近很火哎。要挤多少啊？挤多少？150毫升的水，挤5滴。什么味道的？还有什么口味？石榴味和那个蜜桃味。我想一个蜜桃味好像。蜜桃。这个真的很方便哎，我觉得。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选择嘛，然后他们稍稍功能上有一点点不一样，因为这个最近很火嘛，所以我有去了解一下。什么功能不一样？这一瓶呢，它就是这个蜜桃味的，它里面有的是迷迭香跟蒲公英，它可以有利于你的清肠和排便。如果说你宿便比较多的话，大家就可以选择这一瓶。然后玫红色的这一瓶呢是石榴味，这一瓶的主要的作用呢是刮油脂，因为它里面有一种东西叫做马黛。马黛茶是阿根廷基本上他们不管怎么样都会去喝的一种饮料，因为他们吃完烤肉以后呢可以解油腻，来排除体内的油分，这样子。当然他们都是可以用来排毒和减肥的，这样子的一个非常好的产品。而且就是那种比较清爽的自然的味道。对，因为这是纯植物萃取的，它没有加那些香精啊香料啊这些东西。而且你们知道这家公司它70多年的历史哦，
就都在做这个植物萃取这一件事情。嗯，反正很简单嘛，就不爱喝凉水的无味的水，正好加几滴，多有趣嘛。凉水也可以，温水也可以，很棒了已经。嗯，是的。至纯至净，玉美有方，欢迎各位回到由伊丽宝面膜冠名播出的《我是大美人》。我觉得其实每个人的减肥方式，每个人的体质都是不一样的哈，还是应该选择一种健康的一种减肥的方法。当然了，其实你只要愿意去付出努力，了解自己适合的一些减肥方法，我相信每个人都能够成为一个瘦身高手。也要特别感谢各位收看本期玉妮坊面膜，我是大美人。是的，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在各大视频网站上收看到，让我们一起来打卡，一起瘦起来吧。下期节目再见，拜拜。